名思义啊，就是用你的双手啊，去把它一支茶壶独立的把它完成，比较自然啊，而且呢比较拙味淳朴啊，事实上手捏壶是非常拙朴的。整支壶来讲，你先要做壶体，壶体做了大概你知道那个形状，你会想配那个壶盖，然后再来是壶钮、壶胆、壶嘴、壶柄。动作是先甩土啦，把土让它去稍微吻合一下。你如果觉得太干的话，可以想办法上点水。哎，盖子的部分，接近盖子的部分不能变掉，那个地方，因为你一变掉，你后面的事情都不好做了，你要做壶盖啦，那个都没有办法去配，所以壶身是最重要的。壶盖第一个，它就是能够跟那个壶颈呢，壶身的那个壶颈，要能够吻合啊。要吻合，就是说，你看壶身大小，或是它的高低矮胖，然后去配合壶盖。有的壶盖，有些人喜欢把它做得高高的，那是一种状况。但是一般来讲，就是说，让人觉得很，叫做很 smooth 一样。很顺畅，就配起来就是很柔和就好了。一体成型的话，你必须这边还要再留一点肉。有点肉，你变做个吐，吐了较浮的，啊，再用牙签，用鬼，用牙签一直鬼，那鬼嘛直接流出来，对对，那就自然招流出来。
当然能够凹得越深是越好了，那个空间就大一点嘛。越大茶叶越不会流失。壶胆就是看它的真正的出水了，这支茶茶壶好不好，好不好冲泡，壶胆是站着很重要的。早期那个宜兴壶啦，或是大陆的壶，都是挖一个洞，然后你要泡茶的时候，嘴巴要插一支牙签，才能够冲泡。那个我觉得就很不合理，啊，后来我就是去想出说，用比较细密的洞，让就说茶水、茶叶跟茶汤中间还有一个缓冲的地方。那我现在开始接它的嘴巴，啊，壶嘴。壶嘴你可以做的让它平平的，但是我一直希望壶嘴要挺一点，挺一点就是绝对会精神奕奕的。你如果稍微垂下来，好像一只茶壶一点点精神都没有，那不行啊。所以这个壶嘴也关系着整只壶的它的精神所在。泥浆现在在涂泥浆，啊，壶嘴要接上去，跟壶身要接的时候要涂一层泥浆。壶把是就是决定你这只壶的好坏啦，啊，还好还是还第二个是好不好拿，这很要紧。大概一只壶就这样完成了。接缝的地方你要稍微使点力压紧，你这表示这里都渗水嘛，
当然你那个水位会不行。你从这里啊，这个啊，第二个，你这个整个挖都挖得不好，所以水倒不出来啊。哦，哎，应该只有这些问题。这个部分你用牙圈必须要挖开一点，洞口不够大，大概再加一倍，你的泡茶自然顺畅。啊，第二个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密合，所以你当然会从壶盖跑出来。做索内壶，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很欢喜心啊，哦，才能够去做一只好壶。你如果说闷闷不乐的，哦，啊，你要去做出一只好壶，我觉得也是不太对的。第二个，精神一定要注入。茶壶有精神啊，自然而然你想泡这一壶茶，一定泡得很高兴，很快乐。